你们那一栋的了，正在那供我的啊。那给我伸了，给他拿的鸭子的。哎呀，那个鬼鸭子啊，这拿起路不走到个女朋友踹过我啊。妈妈呀，这是我小鱼媳回来了。不，压不得，到处给这只鱼跑。哪个是压不得？压得压得，这车子到处给俺挂哈，你吃个青岛可以。呀，我舅舅，我孙儿回来，快跑啥子？彪彪，哎，快来快来！哎，小姐夫，可还两个脚来陪你小姐夫打麻将呢。有一个脚，但是还差一个。这差一个想啷个呢？我只有你能打的。看这五百收获的啊！呀，就三三收获了，太好。是的，这是你有没有钱打麻将啊？你去收获三打的。好，那么打牌我来收获个。好，要得要得要得，来来打麻将，快捡桌子去走，快看。哎呀，要打麻将去。我赢七块，你也赢，我打。我抢了赢呢。那我也不想赢。不急不急不急，婉婉。哎，在搞我，快来，跟你妹妹赢啊哥，三个火还有两个人烧吧。哎，姚爷啊，山上怎么回去了？回去了，这不像火烧没得了。哎呦，火都烧嘛，咱们回去回去，我们打麻风那吃饭的还好。快打快打。想快找死啊！那不找了啊！你这个妈妈真是死你啊！你看那个小女婿啊，买个小秘密之车呀，我闲钱闲得不了，不想对她好好。还鱼泡还我还俺给踹了还鬼说鬼说，哎呦我天、啊！他是这怎么个？真是嫌贫爱富，我是打不好麻将是啷个的？哎呀，我个生活个，大才讲我，嗯，哎呀，那你去个买个车去了？恐怕买不起吧，我是要买屋的。去五环买屋呢？这不是没得错的呀？你看看现在哪个没得车呀？就我们那天天那个电动车，那个踩电动车晒得可虚了。别个那个踩车子够虚的不轻的，还不买车？我比我买个车啦，他就对我好。哎，你还不说，你买个车啦，一开回去，你看呢，我的妈妈对你的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我欠爹的把你供起，我还不想着他、啊。没有去个买个，先烧火气下吧，我来不了。哎呀哎呀，豆子！呀，这什么大鱼戏呢？呀，完了完了，出怪了，把那鱼泡压了这，这是到处了上个的这是。哎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毛起压毛起压。姐夫哥，看哪个？哥，我喊你呀、啊。哎呀，我跟你姐姐总弄的慌，头一次听你喊，太不习惯。往后给我会帮你喊习惯的。妈，这过来了，要买菜去了。要得的，你去买个，把这个肉啊、鱼啊、鸡啊、鸭子啊、龙虾啊、脚鱼，这高档菜多买去，听到没啊？好，好，哥是商量死了。哪个？我就刚学到驾照，新车子给我赢了。来商量。
啊！你们两个还在吵哪个啊？把菜皮还把楼子拔两个了，要出来好看呐、啊！哇，这车是高级的，我来开的啊！